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金沙饭店，这边底下有一个划船的地方。OK， 今天跟我的好朋友。那我们要一起划船哦，那我们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划船的景色， Let's go。 我们的船，然后现在正在用 alcohol 消毒。今天礼拜六的关系，所以超多人要坐船的。然后坐船都是那种 family， 要不然就是夫妻这样。那我们很少看到两个女生一起坐船。可以吗？他跟 L 三号穿湿湿的。有啊，我觉得啊，你穿长裤了。
心高照跟出入平安，谁会从这里出入啊？大展宏图，和气生财。MBS 里面 Maria Bay 是、它这过年的贴花很漂亮耶，这是牡丹花吧，然后蝴蝶，刚刚前面没有喷水，刚刚有，那我们这样不会被淋到，
带你走。
是买照片才能下载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的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